想哭就哭出来吧。谁哭了？娘们儿唧唧的，不是我大当家的作风。登登，在我面前就不用逞强了。那你可以抱我一下吗？陆爷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好害怕。我怕我们两个以后没有机会一起去做很多事情，我怕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被虫子折磨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我也害怕我好不容易找到他，很快又会失去他。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